为现在打游击一样的，打鸡血，对不对？你等会把你的肖像放在上面。你打一打肖像，你应该等到人家老干妈不就这吗？老干妈不就这样吗？对呀、啊。那好、啊。你叫给我老板都排一下队，一人发一个。你要什么呀？你要哪张片子？刚刚弄个礼物了，我看那天把那五个，就把那五个给你了。这个的话，是不是这个后面刚刚拿的时候没拿好？先了解。刚不远了，又刚不近啊。远一点了，墨镜了，他拍着好玩嘞。来，美女借个光呗。来，往这里站，像这个还不要嘞。好了。你是不好，今天人家来跟你摄像嘛，穿红的不穿了，穿这件衣服了。那冬不那冬，衣着不冷。那。三万了吗？嗯。阿姨，我那个电话。你要那么能去的话，就专业。我也没给他搞出来，他那个结果一样。两点了。两点。两点了，不能拍给你。好了，那个。我今天会不会给你赞了？来了，生意来了啊！阿斌干啥？都给他面前。这个饼下来都不敢变颜色了。不规划，大陆过去，但是这个当地也已经发了好多。打不下来，这炉子都吓到了，饼都拿不下来。来，买三送一，买三送一。来，跟你排队。你去发呆。没有什么特色的东西。我的那个飞饼，我儿子过来叫他买个太阳能的发电。啊，那个。给他们一样的搞个这个，这后面一样的吧。那老师到你们这里烦呀。不是用你家的烦，不要紧，你只要拿走过来，不要拿走，插这个就好了。电瓶，我有以前在金口路买了一个电瓶转换器，我那大功率的风扇带不起来，小功率的能太紧张了。以前我不是卖收音机，卖那个嘛，小功率的带得起，大功率的不行，大功率的一定要太阳。老公，我搬不动了。小了，什么太小了？第一锅饼就会这样。没有，他就是没吃过。啊，这个好吃嘞！你不带一只给我们吃一下？要吃吗？要吃，马上你旁边跳，我来。多得很。你把门的东西拎一下，把老板拍得美美的。对，你还把老板那个美化一下，到时候。哎呀，他今天不知道你来，来还来了，你就不许理他。人家昨天穿了一件漂亮的来篝火的衣服，你不来。今天人家穿这件衣服，你要提早半天给我发信息，我就叫他去理发店理理发。哈哈哈哈哈！希望你能活起来。杨书记，杨书记了吧？